现在我们荣耀精灵为大家展示的就是 GH 的首条的金腰带。邓紫棋目前在积分排名是次于梁吉，排名第二，而他的对手排名第三，真真正正的一场含金量很高的比赛，爆发力很强。转身后蹬，好。我们现在看到赵世杰教练还是一如稳健的在指导，哇，顶膝漂亮，砍腿，哇，后手，读秒了，肯定要读秒了，腿已经软了。对手也很硬啊，将将要跪下来，结果直挺挺的站了起来。站起来，没错。对，哇，后手，后手拳，前扫，左右摆拳。毕竟两个人都是擅长进攻这样的一个选手。面对对手这样一位拼打型的选手啊，他显得拿腿把对方控住了，等于是。这一下踢到了，这一下踢到了。一般踢到腿和踢到护裆的声音啊，是完全两个声音。对。哇！扫踢，后手扫踢，漂亮。邓泽奇依然是以腿带拳的这种方法，腿作为刺踢。邓泽奇啊，应该是先抢下了一波进攻。对，直接硬扛了，不躲了。好的，漂亮，把对手打退了。邓泽奇把对方顶在绳脚边上。啊，斯伯图这一边也在反击，那应该是比较明显了。哎呦，后手漂亮，再来一个前手平勾，有机会。对手啊，是邓泽奇的后手拳已经往后退了，斯伯图扛不住了。好的，好的，打破后手，前后手漂亮，再来个前手，就是缩手缩脚了。哦，这边火力再次。这场比赛我认为邓泽奇拿下是毫无疑义的。比赛结果红方胜。